ကျေးရွာကဆိုင်ကယ်သုံးသည်ကိုထိုးခိုး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အင်တလုံးကိုလုံးဝပျက်စီးသွားအောင်မိရှို့သွား။စစ်ကောင်စီတပ်တွေကလက်နက်ကြီးလက်နက်ငယ်နဲ့နှစ်ရက်စက်လိုက်ပြစ်ခတ်ခဲ့တာကြောင့်စကိုင်းတိုင်းကဏီမြို့နယ်တွေကကျေးရွာချို့ဟာနေအိမ်တွေပျက်စီးခဲ့ရတယ်လို့အသက်30အရွယ်ကိုဝင်တဲ့အမျိုးသမီးတဦးနဲ့အမျိုးသားနှစ်ဦးလည်းထိခိုက်ဒဏ်ရာရရှိခဲ့ပါတယ်။ကျော်လန်းလန်း 23年，这个三月九日，这个开幕的比这个开来早。过完的苗族们的五天开的呀，也是给的了。过年开的也稍微比给的，跟你苗族不一样，他们的五个数吧的。我啊，不用讲，没别的，看见哪的个，那个年底的个，对，没啥多了，多不了了。工作嘛，工作嘛，你嘛，啊嘛，主要的吃东西的家，吃东西喝点酒，包着。他比，哎，这个年底的龙呢，三月东西，米少吃西看个呀呗。 新人要个内容，这个要个内容，人家就提门给来了，对他个人家说家吧嘞。就来了那十里人，你们那白马，那几月过生日个，我不知道叫，牛蛋那五天个，等下就是个的喽。昨天我来，人家就接龙那十天，那家要开了叫，提个不是目的，是个来了，对他个人家说家吧嘞。提个啥宝马了，你们那年呢，提车提油车都没下是个吧？ 去年年我也毕业的时候嘛，啊，比如讲我这回也去看到那里的事业，那些的这项目都，啊，也苦，也苦嘛来的，那种有的，有天然的呀，有相当比来的，有，比如讲到这种有的，啊，比如的，啊，那种有的，比如像阿些，啊，比如的那些，比如的那江城那，江有的，南江县那的，包括这些来嘛，当然是生意的，比如讲那这个，苦中有些来钱阿些，嗯，比如要毕业的话。 嗯，大，要是把那个大的新疆那个，哎，这家伙都，就加大了起来嘛嘞。这公司这些苦了没有别看目的叫，前面面的被跟你庙内专家说的嘛，你看家里地大个呢哈，你也算个特别的呀呗。啥呢？一个西瓜呢，木瓜的六安的家伙嘞，别看木皮生的呢，不得比石岗西不干了，特天特别难了，没事的吧？哦，出来那十天那个嘞，跟你庙内那个人员嘛，石岗西这个人员那是比特别差嘞，地大个三个五月，老五下回追西个嘞，没得那个。 你们两个也是个比破表给吧嘞？台湾那边的老板是啊，对我们生意是那边过来个，他告诉我，比如给的是海南跟你们那边个几月的个，是这个一手手票款给来的，是给吧嘞，怎么样？